那这边呢，每天台湾在下，就是台湾在下沉下沉下沉一点点，我们感觉不出来。等一下，地下很像那个压缩箱的这个机场呢。过来，我们会走一个很大概3000700-12公尺长的一个跨海大桥，跨海大桥。然后不好找，我要找到风向哦。所以一定要跟他讲你的船号在讲你的名字。之前我就有客人这样，腿跟骨也拢选了，好，你一定要跟你讲船号在讲你自己这样。跨海大桥就是我现在在走的这一段，现在在走的这一段哦。 知道吗？然后那时候他就想说，他就一直很好奇那个大城市里面的人啊，他听穿的，他们怎么都，就是他想要知道里面的世界长什么样，粉色的那，他不是烤鸡出来，一个是腐竹，那这个这一颗珍珠，第一颗珍珠被谁买走知道吗？被美食。他现在虽然便宜，但是朋友很多种料理，怎么像吃的就是对我那些蔬菜，那现在就是我进来的蔬菜呢，都是一些像生菜，那这些都是无毒料。 食品非常的严格哈，从以前都是从这个地方进来。那当时呢，在这个六世纪的时候，六世纪中叶的朝代的日本来，当时的这个御神天皇啊的帮助吧，帮助他在那。那等一下应该外面很多那个梅花鹿啊，梅花鹿不会咬你。 どうでもええねん。
재밌어요. 最后一班。
最后一班那个车子十一点，晚上十一点，晚上十一点再回来是回程的，就是十点的。可是像我，像我都不想要在下一个东西出去，我都会就是说，像牙刷跟那个洗脸，我就是在房间里面就好。看好，如果有需要，看你怎么，就是说看我要不要去给你们查房。等一下吃完饭的时候，我去给你们查一下今天淘宝嘛，就是看到你刚刚我的信息，或者你今天收点，就是只有就是像我刚刚跟你讲，像你们秋天你去上面啊，除了新鲜，你看那个炸天妇罗啊。家里下去炸的那些东西，都是热的、新鲜的，就是现热的下面炸。好、哦，这个是属于那个我们的产品，非常高兴哈、哦。等一下记得哦，等一下我们跑，我们要听说的规定，我们要搭车出来泡汤的人，记得不是第一站，是第二站下车，得立站楼下。啊，回来。不不，快坐坐坐。不不。等你，你明仔当去谈，那个交警来进来了。对啊。我没有到。啊，你就是来到家。对，没有到家。啊，来到家哦。我要到河，是最后一集。嗯。你们打算打算去哪里？哎，打算去。他们现在是在那边吗？今天没穿，今天丢了这个。好吃哦！哎呀，
水就行了。谢文成，谢文成，谢文成，那大力是吧？快我来。
加成浓啊，加两瓶浓。两瓶浓，啊，那个两瓶浓。哎呀！大家，我这里的都过来吃来。吃咸吃甜，唔当让伊那人臭嘴边啊！我臭嘴边啊！走回头啊！
吃上多啦，虾拢我食的，恁大家拢无食哈，拢我。
词义哦。
你刚解出来哦。 こちらがね、あの鶏なります。こちらをね、1時間かけてじっくり焼いたものがね、こちらに置いてあるかぶせ焼きになります。こちらね、食べさせてます。こちらね、こんな感じ。
はい、どうも。ね、こちらがね、瀬の方の身になります。はい、外れましたね。こちらがね、お腹の中骨にもね、身がついてますのでね、中落ちとして、この中落ち非常に美味しいですよ。ちょうどお魚のね、真ん中の身になるとね、非常に美味しいといただきます。八五站。昨天的泡汤，六个都有去泡吗？六个都有去泡吗？你如果没有看到啊？啊，我
换到了，就知道那是什么了。换到了什么？那之前请他们雕成说，譬如说猫头鹰，然后雕成什么，什么就是乌龟啊什么的图案。那猫头鹰你们可以买，因为猫头鹰对日本来讲是一个吉祥的，吉祥的东西。因为它表示我叫兵，我就是幸福的一生。所以说有的是，有没有看过那个以前的那个古装剧，他们不是在坐在那个瀑布下面休息，就是我们讲的仙道教，就是这样。 Thank you.
吃住也好唔错。Thank you.
圣母岗、圣母海岗，那直走就是要走走这个串转间的地方。打还行。
搁一只大只了。开山啦！嘴巴也闭不闭上啊？哦，他给他刷牙。他是不是给他洗牙齿？招人了，大家应该是老结婚的。这是结婚，另外一个。下次洗上，祝你。这三个名，还是动的。这个是海底的，哎呦，硬起来，哈哈哈哈。当然，见不到人了，我肯定要还的。哦哦，这个真好爽啊！嗯，这条水哦，真好爽。降落伞。嗯。哦，降落伞，降落伞，多睡。哦。哦。哦。睡两下。睡两下。那中午嘛，没动啊。中午。中午嘛，没动啊。中午没动。中午没动。
是讲个阿婆。婶婶吗？不是啦，你是你呀、啊。晚上有哪几家？我这群拢同款的呢。哦，怪啦，迄、那个妈妈卡的，我们同款。哦，你做讲这拢卡海草，你看咧，这只布拢卡在边啊，比较大，水晶小屋地方。
位置。那这个是一个长大概是135公尺，高大概是25公尺的一个隧道，又叫做圆月潭，还蛮特别的。那过来大概15分钟就到了，然后我们就它是自然形成的哈，所以他们船只也会从那个洞口这样出入。那这个中间不是一个凹下来的位置吗？每年的这个在他们的这个过年哦，第一天要看这个日出，在和歌山县这个位置一个日出的，就一年的一个开始的时候的情况。等一下呢，他车子停在这个位置，那边停15分钟好了啦，晒个太阳，看一下这个那个日落的感觉，好不好？15分钟，5点半出发。
好，那等一下我再给你一个味噌汤，味噌汤。这个红叶西亭，红叶西亭跟这个和和歌山亭是在同一个点。然后呢，还有要走一个黑潮市场，也就是关西地区最大的一个。就是关东地区的话，我们讲的是什么？讲的是就是竹地啊，有没有听过？什么竹地寿司、竹地什么？就是在讲竹地的这一个鱼市场最高的地方。那这座山叫做虎虎山，虎虎山，虎就是老虎的虎，虎啊。一个人字旁，一个大字点，虎虎山，然后又叫做虎虎。Thank you.
别吃这个。
慢点，慢点。
在我们中国大陆拉面店很热的，很多很多的，那个金龙拉面，一点都不好吃。20年了，以前我们大陆的人都想往外面跑嘛，对不对？都跑出来了。那现在，交警来看。都没有交警的朋友来接回啊。客家话。